我朋友说，这个还不错用，总比动手术好吧。新闻的记者陈朵拉，我们现在有一个母亲节特别活动，这朵康乃馨送给你。我们想要耽误你一点点的小时间。今天是母亲节，你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妈妈说呢？像是妈妈怀胎十个月那么辛苦，有没有特别想要感谢她什么啊？小姐，不然最后一个问题就好，最后一个问题。你跟我们分享一下，你想要怎么庆祝母亲节？我想要知道我要怎么庆祝。我选择我不再当一个妈妈，我杀了我自己的小孩。
这就是我的。不要告诉妈，不要告诉妈。吃过了吗？